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今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今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笔领导全国人民，再跨其速度组成国民党发展派的战略力量，成立全中国有系统的和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5月1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的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发展派及政治，必须找出一个包含和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家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宣布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家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根本的政治基础，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如此坚固，一直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全国人民任何时期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先生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先生从1946年意外开始到现在也已三年了，这一次建设是由国民党发展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手之下发生的。国民党发展派百姓起义撕毁了1946年以外的民间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生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建设。可是仅仅三年时间，第一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出发了。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发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
权以后，人民解放军提议欢迎前进屯楼长江，国民党发动派的组成担心集体独立，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集体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阁楼叶剑村正在向南方扩至190，执行着所有中国历史以来围城六个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更已消灭完整的国民党军559万人。截至现在为止，三个的国民党军包括他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以及后方军事机关、军事休假证在内，只有150万人驻留了。构成这一部分战俘的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晚了。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国发动派，受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放在自己的敌人的手中，和世界人民放在自己的敌人的手中，一定是胜利。